赵青，赵青，哎，赵青，你不要叫了，我知道你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应我？因为有件事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说来听听。大人，吴松他要纳我为他的门生。那你怎么回答他的？我当时立刻就答应他了。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倒是没有拒绝他。那你想当他的门生？大人，你的这个笑话也不见得好笑很多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呀？违心的事情我没法做。好，果然有傲骨。大人，我有一事不明，烦请解惑。吴松为何想要纳我为门生？我又能带来何等利益？可有办法知晓他耍什么花招？